车我开出来了。我正准备估计是放下手机睡觉啊，就听的就第一声听见的就是突然听见一声巨响，就棒棒的一声，然后天花板就掉下两块，然后我以为地震了，我赶紧就我宿舍还有两个人呢，我赶紧别喊他们，我就别往那个床下跑。中心就在那几个人站，对，就那儿开始爆炸。嗯，这些车呀，那些货车，货车他反正。